咱每天吃你肚子里的食物会产生力量，提供咱身体的运作。这个力量若收多，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，这会藏在咱的脂肪的细胞还有肝里面。假如说咱无法度好好代谢这个三酸甘油脂，肝的油的量也超过 5% 以上，就有可能变成无同严重程度的肝包油。肝包油有可能会引起肝发炎，在这个发炎搁好的过程中，就有可能造成咱的肝减皮啊，哦肝就愈来愈粗，这肝愈来愈粗了，就会变作肝硬化，会增加咱得着肝癌的风险。肝包油有啥物尽头呢？大部分的肝包油无明显的尽头，一部分的人也是讲有肝发炎的病人，有可能会出现较高疲劳、食袂落去、腹肚胀、正手平顶管腹肚疼。肝的附近刺激会痛，会当定期检查，就会当较早发现、较早治疗。做伙来避免肝包油。